拍呢？啊，你要拍吗？啊，没事，我不拍，不用了。没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回家呀。要我送你吗？可以啊，这你的车吗？对啊，对。那后面那个保时捷那个也是我的啊，都是你的啊，对，那你送我吧，送你啊，那走，咱们坐后面那辆车吧，就坐这个吧，坐后面的吧，那个这个车那个我司机吃饭去了，然后他钥匙拿走了，没关系，就坐这个一样的嘛，我钥匙不在，咱就坐后边那个，钥匙司机给我了，啊，这你车啊。尴尬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喜欢吗？喜欢啊。会开吗？会啊。那你送我回家吧，我刚好喝了点酒，开不了车，你送我吧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